今天吃蛋糕，大过年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甜点的，新年快乐！ 知道我看到了，他们就是说坐大巴车就是7点多就走了，7点钟。那咋了？那咋过去呀？那不都在路上吗？对。哦，他们还有那个，咱们赶紧赶紧点呀！我没吃，我刚刚没吃。挺好吃的，咱俩买了。待会儿也吃。不好不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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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Your TMI is